五岁小小兵情窦初开，熊抱甜心小女友。亲下去，亲下去。偶像剧《偷心大圣 PS 男》昨天在花博会的舞蝶馆取景，在剧中饰演花心男的蓝正龙演起左拥右抱美女戏码。童星小小兵有样学样，见到精灵玩偶立刻送上拥抱。其实五岁的他私下也有想抱的对象，剧组透露正是同剧童星。是这名甜美混血儿吗？哎，你猜错了，其实是走在他前面的小女孩娜娜。原来娜娜亲和力十足又温柔，让小小兵情不自禁熊抱她。儿童台里面你最喜欢的大姐姐是哪一个？小小兵才刚在《康熙来了》向蝴蝶姐姐示爱，两人还打勾勾相约看电影。整个人都好像恋爱了，真的耶！小小兵，你知道蝴蝶姐姐只喜欢跟帅的男生在一起。当我长大就知道我有多帅了。紧接着又是一句超早熟大告白：你真的会等我长大吗？没想到他才与蝴蝶姐姐演完姐弟恋，昨天却又和娜娜亲热的不得了。看来五岁的小小兵比蓝正龙更像偷心大圣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